哥哥，哇，他们给了我这头盔，说一会儿能用的。我感觉这头盔还挺适合的。嗯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嗯，啊，挺好的。不过这有什么用啊？我搞不明白，这家伙。我也没搞不明白呀。那他们给你们的是什么？什么玩意儿这么硌的？哎呀，给我这！那要不换一下呗？别给我这！怎么的？哎呀，换一下呗！哎，真懂事儿。但是